吃的太牛了。别了吧，你该去吃了。对，你可以拿好了，你可以拿好了。辣椒。辣椒蒜几多呀？嗯。来，大娘，烤肠你还吃到吧？来，大娘，烤肠你吃大份吗，帅哥？啊，刚才说多少吧？辣油放一点，好吃啊！可以给你。告诉一下啊！好好。进门。不是现在辣椒算几多呀吧？大哥，来到咱烤肠你知道了，烤肠吃够了。好了，帅哥啊。不就好了？哎，麻烦。哎，行，好，麻烦您了啊，你看。今天不接，海南今天知道吧？挂单知道吧？二十八，二几个？海南。哎，拿着吧，给他。来，帅哥，帅哥啊。等一下，马上好。有香菜吗？有。看不到我表情，请直接说话。没话要吗？一万七二十多块钱了。刚吃没？这边人没走。老大，咱烤肠今天吃到吧？烤肠吃到吧？哎，小菜的。不知道我们。一个微辣，一个中辣。啊，一个微辣，一个中辣。上汤下菜，快放啊！
给他吃了吧，吃吧。啊。哎，小份的。好的。来到来，烤上去了，不是吧？饭拿出来了。你要来吗？哎，来呗，小妹。行。那有谁姐姐？这是，这是微辣的啊。这是更辣的啊。阿姨烤好了，哎，哎，好了，谢谢啊，那等一下啊，好。哎，这个大份的应该是你的，哎，香菜、香葱都吃吧。这小份的没有了吧？小份的有。这烤的烧好了没有？烤好的没有，这是现点现烧的，点一个烧一个。啊，你香菜、香葱都吃是吧？都吃。啊，加鸡辣椒要吗？微辣、中辣的。哎，你啊，没烧啊，我这打好包了，跟你说啊，说早上啊。啊，辣油搁一点点啊。辣椒中等。来，好了啊，开始啊。呼吸收款，11:00。他干嘛的啊？这受不了，烧他。多少？